啊，因为我一上车我就喜欢睡觉，因为我有点晕车，有点晕车。刚开始我都真的很晕，就晕的要直接的那种。现在的话就慢慢好了，但是我有个习惯，就是一上车我就爱睡觉，所以走到哪儿我都不知道。谢谢谢谢。嗯，不是的，不是。这里的这个地方还可以摘很多水果，有桃子，有枇杷，然后有樱桃。我听他们说这里，然后比较好玩嘛。你们可以下次到这儿来玩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下次我知道了我就给大家说。待会儿我，谢谢谢谢。我是不是这样就放在外面啊？但是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龙泉驿，因为从成都过来两个多小时。谢谢谢谢。我走，我下去了吧，不然待会儿找不着我了。哇，这里真的好漂亮呀，还是比我们那边漂亮，真的。哎，走哪来着？哎，这个门在哪儿呀？在中间。对，我是十五，欢迎新建哥姐们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藏藏充40万，然后待会儿，哦，充50万，哦，不对不对，六数字好一点，六六大顺，我们把藏藏充60万，然后我待会儿让一个人。就是谁呢，让他给你们唱一首歌好不好，我们充到60万去，然后让一个人给你们唱歌，然后这个人是谁呢，我待会儿唱的时候再告诉你们，多互动一下十五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们觉得这里好不好看，哥姐商量。8月15的生日，不是啊，就是我就叫十五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不知道。这美不美？我来坐这里，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叫十五，想不想知道哥哥吗？想知道的扣个打一个响字，然后我给大家说。但是这怎么漏光看不到，想不想知道，想知道打个响字，十五来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叫十五。我来告诉你，我这个怎么那么爆，我问一下可不可以坐进去，因为我想体验一下这个，我想体验一下这种坐在那下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没人哎，想一想有多少人想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。不是的，不是，不是的。会配吧？啊？哦，你俩不死？不死，我不死，老板。我来告诉大家，我去那边干。别问我那可不可以拍，可是我不是店的老板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拍。我来告诉大家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想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十五吧。有的人说我是 要不就是在家排行十五，要么就是8月15生的，所以我叫十五，其实都不是，就是我这个名字哈，是我爷爷给我取的嘛，就是我爸爸是我爷爷的大儿子嘛，然后我爷爷是以前那种打那个，就是打那个首饰的，就是做那种比如说手工做的那种金耳环金项链，然后打造各种，然后他还会打那个银，就是银饰呀金饰呀，
他是做那种的，所以他就给我取名为十五。然后十的话在彝族里面的意思就是金子的意思，他就希望我做人也好做事也好，无论以后生在哪里也好，就希望我能像金子一样，哎，磊磊光明，然后大大方方，然后闪闪发光吧，就希望我能出人头地吧，所以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叫做十五。就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十是彝族里面金子的意思嘛。嗯，你们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？觉得好的打个好字，我看一下，嗯，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名字好的？对对对，因为我现在我爷已经不在了的，他现在的话应该都90多岁了，所以他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爸爸的弟弟的，就是女儿，就是我的妹，我的堂妹，她的名字叫做。我叫十五嘛，他叫曲五，然后那个曲的话在彝族里面就是银子的意思，就因为我是大，就是大的那个大儿子的女儿，所以就给我取名叫十五，然后小的那个叫做曲五，就一个是金子一个是银子，就这样。好，名字起得好，谢谢谢谢。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好奇，哎，你为什么叫十五，为什么不叫十六，为什么不叫十七，偏偏叫个十五。对，他是像我爸都会，现在我就是我爸爸，就是我爸的弟弟，就是我的幺爸，他们都是做那些就是手工的，手工做这些银饰啊之类的。就比如说你家有那种银，就一坨银子，他们很多人都是直接拿到我幺爸那儿，给他打成各种首饰给他的那种。你们有需求也可以找我，我可以让他帮你。谢谢谢谢，感谢。你父母多大了？我爸的话60多了，我妈妈的话，48，将近50了，他们两个相差十一岁，将近12岁，就是，他们两个算什么恋呢？这个是什么恋？不是姐弟恋，叫哥妹恋，不也不是也不是，叫啥？他们俩相差11岁。因为我爸爸先娶过三个媳妇儿，然后都不对上那啥，然后就后面娶了我妈妈，然后才有了我们三姊妹。那就叫我阿姨了。对，叔叔阿姨们，各位下午好，我们充60万，然后唱歌，让白大哥唱歌。谢谢谢谢。但是他现在没在这里，他现在没在这里。我没有上过。大学没有上过。你多大了？我是属虎的，我是25岁，然后快26是不是？应该是，我的生日还没到。你爸爸前面三个娶了三个，没有留下孩子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没有。他们那时候是没，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哈，哥姐们，你们是谈恋爱结婚的还是相亲结婚的？谈恋爱自由谈恋爱的扣个一，相亲的扣个二，我们来聊一下，就聊一下自己那个当时真实的状态哈。像我爸爸那一辈哈，他现在60多岁了，以前那个年代的话，他们是不会谈，就是不会谈恋爱吧，都是直接相亲，然后有时就是他们是面对没见过哈，这家人同意，那家人同意，两家人同意，就直接让你们结婚了。然后前面三个老婆都是就是没有小孩，所以才会分开的，后面就可能是缘分吧，娶了我妈才会有我们三个的。我妈他们俩结婚之前都是没有见过面的。我爸现在我爸和我妈现在跟我们讲他们当时的故事，我都觉得哇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给你们讲一下，他们当时就是我爸去看我妈哈，没有见着我妈，是我二姨去的，就我二姨去，然后我二姨就是直接回来就跟我妈说，这个人还可以，那个条件还可以，你可以嫁了，你嫁过去的话不用干农活了。然后我妈想，哎，那还可以的嘛，那就就是说直接嫁了，就面对没见过就嫁了，我天哪，万一这个人不好嘛。但真的就是这样，然后一面都没见就这样嫁了，之后现在过了，你看还是算半辈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这么大了，他们俩还是很幸福的。我爸的话很有责任，很有担当的一个，就很努力。你爸干啥的？
我爸妈，我爸的话啥都要干，就做那些农活，然后出去打工也打过，守工地也守过守。然后的话，以前开那种大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那边公路不太好哈，然后拿那个玉就是大米啊去换那个土豆呀，反正什么都做，然后打竹笋啊，收竹笋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地方没对，这地方还挺好的。以前我爸现在60多了，还好我爸不看我直播，不然的话。谢谢谢谢，哇，35万赞了，我们把赞赞再往上冲一点，再往上冲，感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嗯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哇，35万，这样哈，哥姐衰美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全屏打一波节日快乐，然后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辛苦了，我们全屏打一波节日快乐。有爷爷和叔叔们在的，跟自己的妈妈或者是自己的老婆打一个节日快乐，然后阿姨和姐姐们就自己给自己打一个节日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，对，全屏的节日快乐。我们把赞赞冲到40万，现在35.5、35.3。谢谢，哇，节日快乐，满屏的节日快乐，哇，现在有多少个节日快乐了？47、55，哇，我的天，妈，55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，都还在打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节日快乐哈，对，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，越来越好，感谢哥哥姐叔阿姨们，剥个枇杷来吃。有点，你咋又回来了？是我，我逛了一天我就回来了。我怎么在那边找了一天没找着你呢？你找了我妈啊？啊，我以为怎么都跟你完全错开了呢？你从哪儿转的呀？我就从那下面这样转下来的啊，从那上面这样转下来。我上了个洗手间，然后就这样在那儿找你，然后因为我没在那儿了，你可能找不着我呀。你吃一个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！哇，你带大家看一下景色，直播间这么多人呢、啊。对。家人们，下午好，全屏打一波下午好吧？全屏打一波下午好。我刚刚找你半天了，真的。其实我上一次在你直播间买的立白美国香薰洗衣粉特别好用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性价比高，好用，那才是我才会觉得开心，因为我这个人平时生活下午好，下午哇，4.2万人了，记得给食物一个好评，谢谢。满屏下午好飘起来可以吗？哇，下午好，直播间4.2万人相互问个好。下午好，我刚刚找食物一圈，食物不知道带你把你们带去哪儿了。我就在那楼上逛了一下，然后就直接回来了。你去楼上了呀？嗯。哦，我就是在下面。期待着你的唱歌，这样我们直播间冲到，今天是母亲节，节日快乐。这样哈，昨天大家都说那个50年以后好听，枇杷果。50年以后好听，枇杷果卖吗？枇杷是我们在这儿农夫这儿，就是下面。我买了洗衣液，买了糯米浴，都很好。谢谢啊，记得给妹妹一个好评。嗯，我就喜欢买性价比高的东西，因为就是要会过日子，首先你要买好的，再一点是要买价格实惠的，这样性价比才高。嗯，你不可能这个价格，便宜但是东西不好，那我买了没什么用。现在点赞到多少万了？现在是36.5万。哇，家人们，我们把手指戳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完成40万点赞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，我40万的话，我们直播间4.2万人，可能10秒钟，我们每个人长按这10秒钟，可以吧？这样吧，我们就齐心协力，我们把每个人的手指头蹭蹭蹭滑到这里来，然后就点着这里，他就那个赞赞就会一直往上冲冲冲。你看现在很多人已经按着了，你看36.9、37.1，看见没有？一下子变动跳动就会很快。哇，37.3，对，大家齐心协力，直播间4.2万人太多了。对，我们这样哈，我们我我你我们就点赞点到
66万，六六大顺，今天母亲节嘛，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唱一首课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昨天都很多人都想听，很多人想听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点到66万，让白大哥来唱一首50年以后，我觉得他那个声音比较好听，谢谢。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放在那个地方，哇，得点39万，马上40万了，刚刚才35万多，然后现在马上40万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我39.9了，马上40万，唱一首母亲的歌曲。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4.2万人，点赞的66万，就一下下的问题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把手指换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在这边的话挺好的。这个充电器再给它充上，免得待会儿。你的充电器刚刚就扫了，为什么就一直充着？因为等刚刚你带大家去那场的呀。你不然的话。等一下啊。你他是不是如果你不充，你放在你身上也要给你扣？啊，对。那你就得一直充着。现在充上了吗？不然的话，你这个先充上了吗？你这个钱花的有点浪费。家人们，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，我们满屏喜欢时候的人都来了，开开心心，谢谢你们。开开心心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可以吗？哇，今天真的特别开心，4.2万人，母亲节，然后真的，有这么多人来这儿聊天，互动，然后帮我们点赞，帮我们分享，然后又给我们点关注啥的，对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太感谢了，哇，开开心心43万，15见面了，欢迎欢迎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就谢谢你们一直支持着我，然后我也很开心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觉得。我真的觉得心里美滋滋的，因为我真的有好多家人呀。也是，因为全部都是你的娘家人，他们。谢谢谢谢，哇，43.9万，哦，44万了，马上冲44.1，哇，这个哗哗哗的上，感谢辛苦了辛苦了，承蒙厚爱，哥。这个这样说的，承蒙厚爱。这么官方干啥呀？我学到老多那个，就是一家人那什么。家人们，我们这样吧，在这么美好的一个节日上，然后我们边点赞，然后满屏4.2万人，我们再次把节日快乐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可以吗？我刚刚打过了，也再打一遍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今天是母亲节，然后我们把这份祝福献给所有的母亲啊。好，嗯，你觉得天底下什么爱是最伟大的？什么爱是最伟大的？嗯，肯定是母爱呀。今天啊，今天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。今天母亲节，你看，家人们，我们4.2万人，4.3万人了，满屏的把节日快乐一直刷在公屏上，可以吗？哎，你上次玩的那个脑筋急转弯还挺好玩的。脑筋急转弯挺好，什么脑筋急转弯？就你上次在玩的那个。母爱，母爱是最伟大的，最无私的，对不对？母爱最伟大。因为我们把节日快乐四个字打在公屏上，这个祝福不仅是我们打给我们自己的，也是打给自己的母亲的，也是打给我们直播间4.3万人为人父母的所有人，好不好？上次玩的那个是不是叫脑筋急转弯吗？对，那再来玩一个，那个还挺好玩的。十五笑起来真可爱，可爱吗？谢谢。那我们全屏打一波可爱两个字给师傅看，哎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，你想玩脑筋急转弯？46.9万，哇，马上47万。你想玩你想玩脑筋急转弯啊？嗯，脑筋急转弯，我想一下。好。嗯，你要玩简单一点的，还是说要玩复杂一点的？随便。随便。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真的啊，玩简单一点的吧，先从简单的，再从中等的，再从难的，这样开始一步一步来，因为你一下子给我拿个很难的，那我肯定猜不着。家人们要参与一下吗？来，想玩我这样我们全部参与好不好？显然来想玩脑筋急转弯的扣一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，然后我跟师傅玩几个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把脑子转动起来。家人们，你们也要参与哦！我想玩，想玩，那我们全部都来玩。这样，我们来玩哈，就我们来玩，那个脑筋急转弯。嗯，脑筋急转弯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但是待会儿的话，那个把这个那个公屏用手这样给挡着，因为为了公平起见，让我看不到。这样子，那很简单的一个，嗯，最。